找到了。找到了。七味苦寒，遇水结冰，以火烧之，生紫青色烟雾。方才就是如此。北地玄珠是什么？北地玄珠即消失的古城。高纯度的北地玄珠十分宝贵，其中克部出产的为最佳。消食不是一种药材吗？二郎今日怎么又查起这个了？还要再想想，青娘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二郎，不如我留下来帮你吧。那二郎，你也早些休息。青娘。怎么了，二郎？礼物，先不要在这里了。尽量早点休息。